小宝贝，小宝贝，你要吃这个吗？吃了那么多，有没有长大呢？那我们现在来确定一下，小小二，我们来帮猪猪量身高。小小二，小小二，小小二，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？ 小小，哦，我要帮猪猪量身高。长高了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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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小。 哦喂！我还没有量。我都没有长高吗？哇，这个。 就是长高药水吗？哦，我早就不喜欢你了，你快点走吧。有谁可以帮帮我？要怎么了？这就是长大吧。 小了吗？那我们现在去量看看。能变回来真是太好了！哒哒哒，所有动画片都到哪里去了呢？让我们开始调查一下吧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动画在哪里？ 按下这个麦克风，玛莎与熊就放松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也来试试。